这个东西有没有 BB 啊？ 没有什么秘密啦。 OK， 假如就没有的话就 OK 这个是个怎样讲，是个手工这样啦。 有一个华人州，我只有一个华人州了，先嘛。印度人的厂会多吗？这个？印度人，瓜拉斯兰欧那边哦。哦，瓜拉斯兰欧那边。在瓜城那边很多，大概有一二三四，差大概五间。哇，这样多啊！啊。 做了多少年啊？二十年。二十年是没有了，应该是十五六年这样而已。 好像象征着他们今年会很好运气，会很好运气。他那个宝贝还会一直冒出来，最好它是可以流出来了，它的滚出来了，知道？就象征。